南投县五次乡富头兰，大概总有15公顷案发，主要是卖国内的市场，产量就占为全国的80%。也蛮多好是富头兰发的季节，各地民众如何直接去到兰园去买？农民就讲，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分发送礼的部分就少为为一半。高速乡公所就该出钱的屯农民来听书做推广行销，希望上万个多人来买，按农民好过年。今年的花较少，伊无一定看。全班个人就过年嘞，兰花园直播个员工当头做出货前个经理，那个时节已经陆续有民众来买兰花。目前农民种个富条兰又当头种熟水，本土户口度是在增加过年个气氛。尤其他那个黄色花，你看开得那么大，很漂亮。哎呀，啊，红的也不错，也蛮喜气的。上一回两个礼拜前我来买是买黄色的，但今天的话是买红色的。公园那太假讲，他无法度处理了，买基本的花，不用你无卡，看到咪心情咪较好。阿咪做了来辛苦的花农吼，天数一下。虎头兰带回家里面，让家里面呢整年的福气满满。也希望说呢，也可以把这个年节气氛呢开始营造塑造出来吼。虎头兰除了种头盆方看奖之外，也当时黑切花，你看虎头兰该花色又当多。希望是在透过年前从购买起来补去年受到影响的业绩，五市乡公所也积极牵手推广。黄金虎头兰、黄金玫瑰这一类系的虎头兰哈，销售还不错，因为它放在室内很亮眼，而且它是招财的兰花。特别在咱日月潭吼水色游客中心这个所在吼，推出一个农民市集啊，除了农产品以外，嘛针对着咱溪里乡上界水的这个兰花吼啊，做着推广。五市乡公所表示，水下游客中心发挥市场，卖个时间系从二月十二到二月二十日。过年期间出来了解民众，听说做好防疫措施，将是在安心过好年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